材料清单：色拉油40克，低筋面粉50克，可可粉10克，水50克，鸡蛋3个，细砂糖50克，巧克力50克，淡奶油50克，淡奶油180克，细砂糖18克，巧克力甘纳仕12克。一、新可可戚风部分新材料杯齐焦蛋黄，蛋清分离备用。色拉油微波炉加热2分钟，或小火煮至微微冒泡，趁热烫面条件要保证。将低筋面粉、可可粉混合过筛，用手动捣蛋器搅拌均匀，冷却至不烫手之后，加入蛋黄，一定要不烫手才能倒入蛋黄，防止面糊把蛋黄烫熟。蛋黄吸收后加入水，搅拌至无颗粒面糊无油水分离，细腻柔顺有光泽，这一步奠定了脏脏蛋糕细腻的口感。打发蛋饭，分三次加入细砂糖打至中性发泡，蛋白出现纹路。捣蛋器及其有短小的直接，取三分之一蛋白加入可可面糊中拌匀，这一小部分皮皮细称为牺牲菌。将牺牲菌的混合物倒入剩余蛋白糊拌拌均匀，拌拌手法看动图，只能帮你到这了。同款炒鸡巨大无死角刮刀，复制这条信息 HKPF0QCM1H2 打开手套，倒入模具震出气泡，放入烤箱中下层150度烤40分钟，温度和时间根据自己的烤箱脾气进行调整，注意中途不要开烤箱，可可戚风完成。二、新巧克力甘纳仕部分新材料备齐，巧克力切碎，隔水加热融化巧克力，加入淡奶油拌匀，搅拌至混合均匀无颗粒。三、新奶油酱云面部分新材料备齐，淡奶油加糖，加入12克上一步的新巧克力甘纳仕芯，第一次搅拌打至稍微浓稠的糊状即可，打发到刚刚出现纹路，太稠了淋面时候不能自然下滑，没有雪盖的感觉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完成了可可戚风、巧克力甘纳仕、淋面用奶油酱，以网红脏脏蛋糕只差最后一步裱花，完全冷却的戚风脱模，在蛋糕胚顶部中心处挖一个小洞，注入奶油酱，注入奶油酱涂抹至微微下垂，用装 X 神器不锈钢球筛复制这条信息 0QCNLCS 打开手套即可下单，小撒的撒上可可粉、巧克力甘纳仕做装饰，皮皮的网格线画的出神入化，有木有？会爆浆的脏脏蛋糕就完成了，皮美不美？重还完整没有？快快快，好好吃，果然是有灵魂的美食，皮给我留一块，重知道刚你挖的那块蛋糕饼的精华给你留在那皮屋。小贴士，以这个方子的量是一个六寸，可以做三个四寸、两个五寸。二颗可粉会使蛋白糊消泡，所以搅拌速度要快。小仙女们，如果是刚入门学戚风，那你把配方可可粉10克换成低筋面粉，可可粉很容易让蛋白消泡，时间太长或者手法不对就消泡，可以先做人为戚风，也很棒棒呆。但淋面用奶油酱打发的程度要注意，摆过了会尴尬的一坨，达不到垂下来的美感了，打发不够太稀就直接流下去也不好看。四、皮皮这个方子是华丽的烫面戚风，比普通的方法制作的戚风更加细腻柔软湿润，口感更好，赶紧来试试。